这么便宜的冰丝短袖，它真的好穿吗？咱们先开视频。16.9，拿着手机别动，赶紧来抢我手里这款香港乐桂鸟的冰丝短袖了。16.9还配送运费险，这不是跟白捡的是一样的吗？并且人家采用的是这种冰丝的速干面料，你看这垂感度，这质感真的是没得说。买回了，16.9一下，咱打开看看。我买了两个，再看，这个是白色的，哎呀妈，它这个面料确实很清透啊，像纱似的，而且冰冰凉凉的，很轻。哇天，这质量看起来还不错，确实不错啊，样式也很好看。看一下吊牌，这是什么品牌，执行标准，安全类别，厂商常识电话，资质都是齐全的。再看这个吊牌上的公司地址，确实和它宣传的一致啊。展现上身试压效果，已经上身了，它这个确实很轻薄透气啊，而且样式是特别贵气那种，特别好看。我找了位男士给大家试穿黑色啊，就是人显得特别贵气。他这衣服弹力很好哈，咱看看他容不容易起皱，用力扭，看看他起不起皱啊？不起皱，确实不错。咱现在倒热水试试它降温效果怎么样？现在温度是60度，咱抖了两下，看看它是不是速凉？现在是21度，确实能快速降温。这衣服给大家穿完了，样式真的很好看，而且特别轻薄透气，穿上真的很舒服，价格也便宜，可以推荐。